南方人教你如何移卦，进入东北。我感觉东北菜不好吃。什么玩意儿？东北菜不好吃？不，上老天，我是哪不好吃？你说，大众菜不好用，老盒饭哪你少吃啊？盒饭我是真觉得一般好。他说盒饭不好吃。给他上一个。你说这会儿你扔石头了？什么？激起民愤了？我必须给你上一个，必须给你上一个。我去，这装备这么专业的吗？没有这金刚钻，我敢揽你的瓷器活吗？今儿个我必须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东北盒饭，我狠狠打你个脸。来，看到没？这都是轻易平时不下厨里。都太好，高密号给你上一遍。老板，被冒犯了，被你冒犯了。过来，来。盒饭必备啊，杨氏炒鸡蛋。这个行，这个我要吃咸的啊。你快闭麦吧，盒饭杨氏炒鸡蛋不必是甜的。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做饭我说了算。看咱做的红烧肉的啥？哎呦，不错呀，不错，你真爽啊你呀！啊，看看咱们小鸡都闻了，香不香啊？有点香，这个盒饭真别那么香啊。炒糖干豆腐，鱼香肉丝，红烧肉焖蛋，地山鲜，溜肉段。一油炖土豆，干炸鲜蘑，杨氏炒鸡蛋，小黑盒饭开业了啊！8块钱一位，随便吃啊，不能浪费。来哪个二奶奶？岁数大些来，来红烧肉，杨氏来点二奶，来来，不要了啊，不够回来再打啊！你要这个，给你盖饭上了啊妈。净挑好的吃啊，地神仙，你吃是吧？别来啥，再来啥？来来，继续下一个来。来哪个？我一样来点，来再来条，鱼香肉丝，盖饭，我。哎呀，大家吃怎么样啊？大家，来点免费加蛋啊！食堂的感觉，大家吃出食堂的感觉，放这了啊！我看不准自己还吃上了呀，太香了！说明啊，我这个盒饭它一点科技没有，我个个都吃，嘎嘎健康。来吧，火速品尝，看这溜段啊，来口来。哎呦！谁做的这香啊、哎、看这红烧肉五花三层啊、哦、哎呦那这上头啊这香啊再来个小汉黄我解解腻、哎、享受了尝尝真值了怎么样还行吧还行啊哎呦我来来来我教你俺们东北盒饭的正确吃法这些菜全来最后你再抠个鸭蛋黄就是豁楞搁这里边不是那你这么样的话它味道不都炒混了吗就要这股折罗味呢你来吧这只有你儿子张开嘴儿子有点太香了你尝尝真的真香哦、盒饭是真的一般吃的真干净啊这个人都干净了怎么了、哎呦我的妈好干了